此款堪称小资族必败款。除了价格实惠之外，还有多款花色图案，无论选择哪一款都可以为居家带来温馨的氛围。商品正面为粗粒绒凹凸纹路绒面，刮除鞋底尘土效果佳，背面为使用无毒的环保回收橡胶，安全防滑，重量达 2.4 千克，固定性佳之外，清洁简单，又可水洗，非常适合居家各玄关处使用。除此之外，通过由美国纺织化学协会制定的最高四级标准，水洗不掉色之外，还能耐摩擦、抗日晒、耐用度，经得起考验。想要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质感享受吗？此款商品绝对能够满足您。此款商品有四种不同风格图案，重量适中，而适合摆放在大门玄关、阳台、户外庭院等处。商品正面为耐摩擦的植绒材质，可确实去除鞋底尘土，背面采用安全的橡胶材质及磨砂设计，具有良好吸附地面的效果，不容易造成滑倒。除了可抖动脚踏垫让灰尘自然掉落，也可用吸尘器清洁及定期以清水清洁来维持脚踏垫整洁。而唯美的欧式华丽设计，相信是您点缀居家风格的最佳选择。想要替玄关带来独特的森林艺术气息，快来抢购这款拥有多种动物图案可供选择的魅力商品吧。每一款都是经过设计师之手，为平淡的空间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视野。耐用好踩踏的丝圈材质，可轻松带走鞋底多余的尘土，清洁时可将脚踏垫正面朝下拍打，也可适当刷洗后以清水洗净后晾干，不用担心褪色问题。此外，本款尺寸十分适合摆放于较宽敞的玄关大门口，即使两个人同时在上面踩踏也没问题。整体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，想必也能成为来访宾客的热门话题。虽然没有出众的外观，但简朴的设计相当适合喜欢无印风的族群。以追求商品成效方面而言，这款玄关刮泥脚垫想必可以符合需求。商品正面选用丙纶针刺硬丝精纺技术，特性耐磨，不易掉毛，对于刮除鞋底下的尘土成效卓越。背面使用环保的热塑性橡胶材质，达到防滑固定的作用。清洁方面，可轻易将脚踏垫反过来轻拍，让尘土掉落，脏污情况较严重时也可透过水洗，不需额外晾干，只需拍除多余水分即可。而 0.7 厘米的高度适用大多数的玄关门口，可说是款优质的好选择。喜欢接触大自然感觉的创意设计吗？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商品。材质使用四种人造纤维草丝，加密的效果让踩踏更具弹性及韧性。背面贴心的采用静音吸附的防滑底部，使用上更安心。清洁方面，可使用吸尘器或透过水洗方式清理附着在上面尘土，相当轻松省事。无论是玄关门口，或者是搭配室内木质地板营造绿意感，都可以达到很不错的视觉效果。既然是摆放在玄关处，相对整洁度就越显重要。如果想选择一款耐脏又好清洗的款式，那么不如考虑此款商品。正面为聚酯纤维材质，在水洗后可直接风干，背面采防滑的设计，增加踩踏的稳定性。此外，价格平易近人，就算一次选购好几组在家中不同位置摆放，也不用担心荷包会大失血。在此提醒，因为商品整体偏轻薄，如果放置在居家大门口外，遇到户外风大时固定性会稍显不足，比较推荐住电梯华厦或公寓的人选用。想要打造不一样的居家风格吗？有时候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哦。此款商品除了具备刮除鞋底尘土的功能之外，气派的宫廷风图案设计，放置在大门玄关处绝对是受人注目的一大亮点。
重量达 5.6 千克，而拥有相当不错的固定效果，但在清洁时就较费力气了。此外，油污底部为橡胶材质，建议避免放置于阳光长时间照射的位置，以免地面粘黏残胶。三丽欧迷们请看过来，经由日本授权图案的脚踏垫，适合走可爱风格的店家门口或自家门口玄关处摆放。此款为尼龙橡胶材质，具有基本防尘功效，是一款以图案设计取胜的商品。由于商品并没有特别备注厚度，选购前最好评估摆放位置的门缝高度，以免造成使用不便。而除了 Hello Kitty 之外，上游美乐蒂可以做选购，快找可爱度破表的卡通明星来当家店门口的迎宾大使吧。如果脚踏垫摆放位置是在店门口的玄关处，经常会有顾客来访，踩踏耗损的频率较高，那么建议可以选择此款商品。材质方面，使用刮泥防尘土效果较佳的聚氯乙烯丝圈，面对高温照射或烟头掉落不易发生燃烧，相当实用又安全。除了颜色可依照喜好挑选之外，也可依照门口要摆设的面积范围选择适当的尺寸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款防滑效果有限，若放置于平滑的瓷砖上，较容易发生移位的情形。 3M 所推出的这款双效地垫共有红灰两款经典色系可供选择，其特色在于将不同粗细的塑料纤维编织成碎状结构，同时具备有除尘与除水的功效，即使面临雨季来临，也不用担心脚底下的污泥水分会破坏玄关的整洁。而棋盘格纹让脚踏垫看起来简约大方，深受公司行号与营业场所的欢迎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对于想要搭配居家装潢风格的人来说，相对就显得较为朴素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